接下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，关于油价，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改委的通知，于11月16号0时，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之后，下调成品油价格。我们江苏调整之后，成品油的价格是90号汽油6.99每升，93号汽油7.41每升，97号汽油7.82每升，0号柴油是7.28每升。90号国四汽油呢，7.29每升；93号国四汽油7.73每升；97号国四汽油8.17每升。成品油的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下，自主制定具体的。